依旧是放高球，削了一板，漂亮！哇，什么球都来了啊！漂亮！周启豪啊，拿到了本场比赛。走了啊，这就是、啊。而且这个距离非常的远啊，而且已经很被动的一个局面了，削了一板啊，非常赚的球。这球是挺赚的，直接往。8-7。哇，漂亮、嗯！这个落点控制真好 啊！这个球就是中，咱们看一下是不是勉强侧身了？是的，给王主心一个转攻的机会。哇，林高也没敢。哇，哦、太快了，太果断，太坚定了，太快了，回来的，拧完了，你看，赶紧往反手跑，然后这一下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。哇，呜、9-7。得打开局面，哇，这不好，这又是林高远的节奏。3-3。1-2。
落点。漂亮。嗯，这些终于一把下旋，对，终于这个下旋啊，上一是有一点机会的。如果在中局的话，这个他把比分已经追上小点的话，他4-7落后，追到7-7了，然后哇。这种球又是勉强侧身，对啊，就是其实站在正手位啊，对啊，你看强行去侧身，对啊，你这种勉强侧身，其实这球拉的挺低，但是没用啊，你这个质量低，对啊，质量你就光，11-3，马龙胜，3-1。这正手太侧身冲直线啊！啊，这正手，你看正手几乎不太丢啊。柯老师，您觉得现在对于，这个像周启豪来说，他要注意什么呢？我感觉就还是要当成0-0去打。心态。对，就是心态。哇，就是心态，他战术上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是由周启豪率先发球，好球，对，你是对王楚钦造不成什么威胁的。漂亮，周启豪在这。